今天在那个客栈当中其实发生了一幕，就是挑夫和他的妻子冲着自己的夫人发火嘛。那你觉得如果遇到情侣吵架这种情景，会如何处理？你少喝点儿，多醉。就因为你，这帮人才瞧不起我。我觉得看情况吧。如果太严重的话，比如说有类似暴力的倾向啊，或者男方太过于激动了，我觉得应该上前去劝和啊。那只是人家斗嘴那些，你就没必要去。有可能你去劝的话，你还会被别人说关你什么事情，你就没必要去当这个电灯泡去破坏这种气氛了吧？其实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这样子的，是不是其实男女交往难免会遇到一些矛盾？对，就是双方如果各自有想法的话，就是比较是容易吵架的。那在交往过程中，应该是互相包容和理解。你知道吗？比如说我爸妈吵架，他们夫妻在一起几十年了，他们有他们的感情，他们相互的理解，他们有他们的默契，他们有他们的内心的也不是说。怨恨也不是怨恨，就是有抱怨。更应该相互包容和理解。是，当然要更应该相互包容理解。上你遇到一个吵架的，你只能说暂时的劝他们，哎，冷静冷静冷静。那因为生活还是人家在过，你不可能每天坚持。当然，不能动手，这个是肯定的。